看看今天得到了一个什么哈，这是本山大叔说的鞋八字脸呐，正儿八经的鞋八字脸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，巨豪，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大生蚝，这一个花了我一天的生活费啊，我只要五个双击就行了。喜欢吃生蚝的朋友记得对着生蚝肉猛戳两下，祝你们一起豪横。这是最好吃的。